块钱一件，这么便宜。我之前刚才在那边买了35块钱一件呢，好贵呀、啊！35块钱一件，那么贵，对、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卖呢？不知道呢。哦，对了，大姐你等着，我把这件衣服给退回去，快点买你的。好好好，你快去退了吧。等会你回来的时候，我给你算便宜一点哈。嗯，好。少了一件呢，难道是我不小心卖掉了，我忘记了，一定是我忘记了。